欢迎收看 Web TV 网络大明星，我是王宏恩，我是罗文宇。好的，就是来了一组人。哎，这个真的要交给你了。我相信很多人都是从歌唱比赛认识他们。欢迎朋友，朋友耶！但你要坐这边，跟我们全国的好朋友、全世界的好朋友打个招呼好不好？这边都有，这边都有。全世界的好朋友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我们是。陈优，因为其实我对他们印象非常深刻，就是去中国好声音比赛嘛。哦，有看到。我跟你讲，就听到你们中间唱那个，哎呀哦，哎呀那那那，我想说哇，唱的也太标准了，马上 Google 查，原来有困一个我们很有困一面。好了，来自台东比西里岸，好不好？成功。阿令的故乡啊，同乡对不对？对，阿令的邻居啊，邻居，邻居，邻居。好吧，现在我们立刻为网友、粉丝们谋福利。吹呀吹呀，我的脚放纵。吹呀吹呀，我所温柔乱落。你看我在勇敢的微笑。你看我在勇敢的去挥手啊。没有。我刚刚真的好痛苦，我第一次想要参与他们的和声，可是刚刚真的好难，因为他们那个天衣无缝的这种配合。对，那你们本身是怎么样训练？突然唱出一首歌，立刻会跟进来还是什么？我们随时哎、欸，真的吗？比如说现在立刻来，我知道了，他们创造这个网络点击量非常高的一首歌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，原来我们。你们这段时间呢，从《中国好声音》之后呢，确实很多人哇，应该是台湾在二重唱里面，在内地其实很多人熟知的。其实我们一开始去比好声音的时候，其实是有一点害怕的。可是不会觉得、欸、那个压力一定会，对不对？压力很大，压力很大。哎、欸，可是因为你们两个人嘛，至少还可以有 cover、嗯。对，哎、欸，我们都一个人，对对 对啊，经纪人不能带啊，助理都不能带。对。然后就在那样陌生的环境，然后突然我就听到后面有一个熟悉的口音，就是一听就知道是台湾的口音。对，我转头一看。哇，那不是金曲歌王吗？那时候你得了吗？还没吗？还没。我们那时候是正式第一次碰面，对，第一次碰面，我跟你说，直接就是一见钟情了。对，我看到他就是突然觉得两个字加深的感觉。然后这段时间我知道跟那个原子邦尼有一个合作，对，哎，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机缘呢？这首歌很好听的，刚好他们想要做这个歌是有关友情的，而且因为我们跟他们私交也太好，然后他们就找我们一起来唱这个，直接来了好不好？募集他的版本，哎呀，听一下陈优的版本，对。那一起走过的路，就算是分分析的，我都。我想在跑车里，想要一台法拉利。钱 money money， 因为爹地妈咪除了生命没有都是给你。你好好笑、喔。我觉得既然刚刚聊到 stereo 嘛声音，不如我觉得再谋一下福利好了。你呀你呀，想来想去。想来想去，我对你想来想去，想到半夜，希望月光带你回来我身边。我今天是 freestyle， 哦，快来一段，哎，你是
哦，你有 freestyle 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我没有。我吓到了，我看你的气势要出来了。我就是。但是我们现在觉得困难的来了。哦，唱歌可能对他们来讲轻而易举。嗯。但是呢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用游戏来考他。你们要分开，去各自买这个东西。但这是什么东西呢？它的特色，第一个，它有很多种的形状，它是松松、软软的。第三个，它的特征是什么呢？用蛋做成的。你太兴奋了吧？就立刻，我们用十分钟的时间下去，然后看呢，你们买的东西是什么？看是不是买的是一样还是不一样？东西就很简单、啊。真的吗？来，一定是。哎，有吗？有发现吗？哦，软。对，松软。松软。形状有。形状啊，它颜色也很像蛋。哎，那个不可以吃。这应该是可以吃的吧，用蛋做成的，那所以它已经是食物类。这个是跟面包有关系。哦，应该哎也有关系哦。想到一个，城门。你不觉得？可是这里有鸡蛋糕吗？我们往上走有全联。全联有鸡蛋糕吗？有可能是蛋饼啊。有啊，蛋饼很松软啊。你有吃过蛋饼一整块拿起来就硬到不行的吗？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全联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个每一个都符合这个以上三个条件。不准讲。为什么那么？他有默契了吧？好，就是现在这个团体到底能不能继续的成为一个团体，还是今天他们就可能立马就解散？解散。1、2、3。哦、yeah! oh! ，都是香蕉形状的东西啊，一样的吧？我刚怎么没看到这个？一样的东西，差别在我们的是比较高级一点。对，我比较便宜。天哪，一模一样哎！我就知道。我跟你讲，基本上我刚还买了什么？我们私人想买的，都香蕉哎！哇，重点是他们能够在这么多蛋糕或者什么挑到形状一模一样。我觉得真的好，我们今天默契大考验，成功耶！那最后面呢，我想我们每个任务之后呢？我们看这个影片的人，每一个来宾都会送出他们的特别的，尊重一下主持人好不好？特别的小礼物是什么呢？手做的小卡片，而且我们秀在这边，好，秀在这边看一下，非常精致，他们亲手找别人做的。在底下影片底下留言， okay, 分享给你的朋友，猜我们刚刚在车上唱了哪一些歌？对，哦，按照顺序把它排出来。对，所以你得要从前面看到尾。对，我们会抽中几个？三个，我们抽中三个，好不好？好，网络大明星成功，谢谢啊！香蕉是香蕉。